就是没有了，黑黄灰黄了。Hello， 大家好，我是雨谦。今天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三款非常非常平价的精华。这个牌子我记得应该是去年的时候开始火，评价非常非常的两极化，有的人觉得超级好用，有些人觉得超级不好用。那我就是用了其中的三款，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感受。其实这个牌子就是 The Ordinary 啦，它是一个加拿大的牌子，然后如果你有一定的了解的话就知道它每款产品都是用成分来标记，就是百分之多少的成分这样子。这两个是精华，这个是维 C 面霜，其实我觉得也是精华类似了。那我就一个一个来讲自己的感受啊。首先第一个是10%的烟酰胺，然后1%的锌，看一下，我这个是之前就已经用完了。烟酰胺的话大家可能有一定的熟悉度，在美白方面非常有用的一个成分，尤其像玉兰油它下面那个小白瓶精华也是主打烟酰胺这个成分，然后有美白的功效。那烟酰胺这个成分它虽然就是美白作用非常强，但是它其实有一定的刺激性，所以需要有就是慢慢建立耐受这样子。尤其是像这款的话它是10%的烟酰胺，就是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浓度了，一开始就是非常少量的用，然后后面几天慢慢慢慢就是加量这样子。这么高浓度的烟酰胺嘛，就是有没有用呢，我觉得基本上没什么用，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可能还需要用2瓶或者是3瓶，在美白方面好像没有起到太多的作用。如果它是真的很有效的话，你是可以肉眼看出来的，但是我色号什么都没有改变啊，这个的作用并不是很明显。那我自己用下来就是它非但对我没什么用，而且它的使用感非常非常的差劲。我的皮肤是并不是很油的那种皮肤，但是烟酰胺这个成分它是有一定的控油的作用，所以我自己晚上的时候用，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大脱皮，到什么程度，就是鼻子这两边可以皮撕下来的那种，所以就很夸张，我应该之后就不会再买。还有一个注意事项，就是因为烟酰胺这个成分它不大适合跟酸性的成分混合，因为如果它跟酸性的成分混合的话就会产生烟酸，烟酸就是对皮肤是有害的。虽然有些观点就是觉得说护肤品这个里面的烟酰胺加酸性的物质产生的这个烟酸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我觉得还是小心一点会比较好，这一款我就不是很推荐买。那这款的话是白藜芦醇加阿魏酸，那白藜芦醇的话就是很多保健品里面会用白藜芦醇，就是抗氧化抗衰老这种作用，而且就是葡萄酒里面有白藜芦醇嘛，所以就是有些人会喝葡萄酒就是对女孩子比较好啊，抗氧化之类的。然后阿魏酸我不是很了解，我去查了一下，原来阿魏酸它其实不是酸，它是一个也是一个抗氧化的一个东西，而且它有一点很厉害，就是它可以帮助其他的成分去稳定功效，所以它跟白藜芦醇加在一起就是有一个加成的作用。那讲了半天就是我自己用下来是什么感受呢，我首先讲一下自己的使用感，它使用感就是那种你涂上去之后就是有一种温温热热的感觉，整个脸就是好像做 SPA 的那种温热的那种感觉，质地是非常非常的油润。如果你要用它的话我建议只在晚上用，涂上脸之后真的是太油润了，就完全是干不了，就整张脸就是超油，就感觉好像很难吸收进去的那种质地。像我皮肤有一点干嘛，所以我晚上是不介意比较油的整张脸的，但是这个真的是已经超过了我的一个接受范围了。说到功效的话我觉得它还可以，就是也没有很好也没有很不好，就是我晚上用它之后，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是整张脸还是蛮白净的。第三款就是这个维 C 的面霜，它是23%的维 C，是成分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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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了，它这个成分已经非常非常高了，我也不知道当初为什么就是作死会买了一个这么高浓度维 C 含量的一个产品。那我自己的使用感是这个是这三种里面最差最差的这个涂上去整张脸涂上去的话，我感觉好像是涂了一层砂纸一样的感觉，就整张脸是燥的，就而且有非常大的一个颗粒感，就有一种无形当中被磨砂的感觉，又非常有刺痛感，所以它的使用感真的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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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差，就是我涂上去之后感觉好像完全是浮在整张脸上面。那它到底有没有作用呢，我觉得
我也没有感受出来有什么很神奇的作用，因为按道理来说，它这么高浓度的维 C 是有很强的一个抗氧化、一个美白的一个功效嘛，所以，就是没有了。只有在用的时候有一种很刺痛的感觉，就觉得哦，那明天是不是这个脸会变得好像很光滑那种，但是也没有，就是想多了。不过它有一点很好，就是我以前有用过 Philosophy 的那个维 C 粉，那种维 C 粉是加到那个面霜里面啊，这样子用的嘛。Philosophy 的那个维 C 粉，它的稳定性不是很好，所以我那一段时间用它那个维 C 粉，就是整张脸是黄，好像得了肝病的人一样，那个脸那么黄，就是黑黄黑黄的。它这个维 C 的话，就是稳定性还挺好的，用了它之后没有出现脸超黄的那种体验，所以应该就还好。那我用了这三款的感受就是说，护肤品它的成分很重要，但是它的工艺同时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真的，就是大品牌的一些贵价产品是真的有道理的，很有可能它的研发是下了非常大的功夫，很有可能它的那个工艺是做得非常好，它的使用感非常好。那在保证使用感的同时，它也让你就是有一定的作用。想要买这一类的产品的话，你可能也要思考一下，就是你能不能够接受这么差的一个使用感，你能不能够比较耐心的去等它的效果。比如说像这个烟酰胺，真的用一瓶，我个人觉得是没有太多的一个作用的，可能要用到第二瓶，用到第三瓶，它才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作用。如果你买来之后你就觉得太难用，然后又闲置了，也是非常浪费钱的嘛。那今天就是这样哦，希望这个产品的使用体验可以给到你一定的帮助，也别忘了关注我哦。那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原来你应好好感激感激这个身体，每天要抽空体恤体恤这好东西。